各位观众，世间人上无法度看破的，就是情缘。男女的交往，应该是要真情真意。假使若欺骗感情、逃避责任、夺走人命，这种的人所受的报应是非常的可怕。今天为咱播出的这出《真情绵绵》，就是描写一段女鬼讨命讨感情这故事。欢迎各位慢慢的跟欣赏。你讲紧行，是伫遐中途啥物坏？我要等阮翁啦，伊就讲要甲我做阵来，哪会无看到伊？你要等恁翁？我甲你讲，幽冥道上茫茫渺渺，每一个人在生的造业无同，死后的果报嘛全然无同款。你敢要唔妄想在生之前会当念到成神？又唔过，又答应讲要甲我做阵来啊？哪有这款代志？无论是安怎死，阮是顺情自杀。哈？哪会这么讲呢？自杀的罪过真大，你敢不知影？既然恁是斗阵死的，牛头马面应该就恁斗阵出来才对啊。敢讲恁人还袂死？无可能啊，因为阮两个斗阵都伫个火床顶啊，十一点的火，而且。彼当阵火嘛烧到足大个。好啦，我着好鬼做到底，替你看卖。哪安尼？有找到阮翁无？恁翁不但无死，即摆佫带一个查某朋友伫个散步。事实我看就是安尼，你一定爱相信。想袂到伊，大人，你是去倒位嘞？我要来去找阮翁，我要甲问一个清楚，你是安怎要欺骗我？你敢不知影，幽冥两界人鬼殊途，你是要安怎找伊嘞？都别忘我放来怨气。啊！无啊，戆查囡仔，啊你到底是受到什么天大的委屈，都爱搁走转来这个人间啊？我叫做王敏娥，我是淡水人。阮阿爸叫做王金花，阮阿母叫做黄梦瑶。因干人我一个孤查囡仔，对我是非常的疼爱。阮家有几落家的田园，还佫有土地，生活算还佫过得袂歹。我嘛甲一般的查某囡仔同款，拢希望会当过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。想袂到，想袂到有一天，无阮新娘在过，啊来听我听到看。
谢你。没事。金莲啊，等下天高，你有啥物好看？行啦。有一天，莫名，我偷走出去跟伊约会。金莲。你好，啊，你来了。外口做工还对无？是啊。来，跟一个行过。嗯。小姐。你今麦感觉啥款？我今麦感觉足温暖的啊，而且嘛感觉真幸福，真有安全感。对了，美国，我到底要等你啥来？你这么紧？李哥，即摆战争已经结束啊！啊，阮家啊，五百岁行拢去阿斗阿飞邻居吼，才甲破坏了了，所以我就要转去处理啊。啊，那安尼，咱的代志嘞？李哥，你放心啦，到时阵吼，我一定说服阮阿母，找一个正式的人去因家提亲。要唔过，我是感觉讲，恁阿爸可能会唔答应，伊敢若对阮家有绝情的误会。婚姻大事是一世人的代志，假使能当得到阿爸的祝福，这是上介好的啊。也毋过，伊若是反对，我嘛要甲伊反抗到底。你哦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搁遐尼信任我，我毋知要安怎报答你才好。只要吼，你这世人能当好好爱我、疼我，那安尼，就算安怎艰苦，我嘛拢唔惊。我一直还阁真相信，伊对我所讲的话是真实。因为在阮交往的这段期间，伊对我非常的体贴，我嘛真信任伊对我的约束。所以，你着先偷偷甲伊澄清，对无？你这不好努力啊！你唔知计数，咱老家十八代祖先的面子拢让你下下平去啊！我今日若无甲你讲，我死也袂用的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别硬笑啦！阿姨，别怕，阿姨，代志要解决啦！是要安怎解决啦？女人上重要就是贞操名节，谁落来不干的啦？伊有啥话来跟我讲？叫我安心啊，等你。也不过，我根本都无法度搁再等落去啊，所以。有一天，我就离开阮家去找伊。国铁，我突然间想到，我百货行遐有一份足重要生理合约需要修改，煞袂记你摕转来，无你先转去好无？好啊，我等你转来。嗯。你奈家己一个人走来遮，你敢知你来遮会去过着代志，你知无？也不过我真想你哦。哎，你来，你先再给我讲，行啦。你哦，既然代志到遮来，我看只有安尼做。你的意思是？咱当作来死。安怎？敢讲你会惊死？你毋是希望讲咱永远做伙？无钱嘛有借借的方法。既然我无想要看到恁阿爸，阮阿母阁反对咱两个人做伙，唯一的方法，只有咱两个人当作死，才法度解决问题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敢讲，你真是唔惊死？嗯。既然在生的时阵，咱无法度做阿母，可是哪会当死到底，我嘛心甘情愿啊！你这个戆查某囡仔，你哦死好应该啊！阿爸，阿母，我对不起你。安娜，你即摆良心发现啊
安。啊，你敢有想要知影，因即摆是甚物款的情形？我即摆就回来看。等下，这点仔本事哦，我还阁有咧啦，看我的。阿爸已经死，阿母已半身不遂。天啊，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坦白跟你讲，恁老爸啊，都是听到你死去的消息，不准较痛恨死啦。要是恁老母哦，都是受到这尼啊大的刺激，哪有像现在变到这个款？啊，那恁家的财产？走落去后，恁个不孝亲戚哦，拢嘛分了了。只有迄个忠心耿耿的陈铁树，一直守伫个恁家，保护恁老母啦。实际上哦，伊才是真心咧关心你啦。伊哦，才是上值得你去爱的查甫人啦。廖庆的，廖庆的，你有断义绝，你害到我家破人亡，我一定要让你死个就歹看。下间痴情的查某一个过一个，最后，那落地跟我同款，只敢那会当伫个这个人间飘荡、流浪，应世不得超生，那安尼就足悲惨的哦。什么？原来村头这你也是？哼哼，嘿哦，是足久足久以前的代志啊。我来告诉，甲你的嘛是差不多，只是最后。我将迄个负心汉电死，也毋过，最后我又搁得到什么？只有是孤单、后悔、痛苦。唉，那呢，村头姐啊，你的意思是，你若是要较紧的，你就变作恶鬼，将伊电死就好啊。也毋过，你若是想要超生，你就爱逼伊勉为正娶，予你。还佮有恁老爸，还佮有恁巴肚底的囡仔，得到因了解的子孙，应世祭拜。这两条路，你要选倒一条？阿爸，早间伫你面前就坐，就算讲我千刀万剐，粉身碎骨。我超生，我嘛爱迄个廖庆彦，伊在承认伊这丈人吧，永远都要用子孙的心来服侍你。娘，爷爷，你放心了，对吧？娘啊！娘啊！娘啊！你莫白讲个，我天不怕地不怕。出来行一行，这梦醒的。明华，明华，出来啊！明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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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不看卖一个，你错啊无？阿表娘，莫乌白想啊啦，小姐早就过身啊啦。金平啦，我这结拜单将新盘宝贝送予你做某，你倒要一世人好好甲疼惜，袂用欺负伊，还受淡薄委屈，你知？英弟姐。我会当娶到宝体哦，这员工是我的好气啦。我那员工哦，何以受到任何的委屈嘞？嗯，对啦，亲家啊，平先生，啊，当我会当娶到这尔水、搁这尔好女的新妇临门哦，哎呦，我欢喜到袂有啊！免来欺负伊，再讲我见面来搞欺负伊哦，唔免你坐去算账，我头一日唔放伊煞。那安尼我就放心啦。啊无，兄弟啊，啊无咱啊选一个吼适当的日子吼，啊通啊互因成亲。安尼哦，好，无我先让你看卖。嗯，十月二九这天吼是黄昏日啦，适合嫁娶，安全开工，点眼入厝。这天日子袂歹，我选这天好啦。啊，兄弟啊，啊那你讲的吼，应该袂唔对啦。请问嘛，啊，你看安怎？哎呦，亲家啊，啊，等你做主就好啦，我无意见啦。上对啦，金平啊，我有一个建议啦，我想建议庆贤啊、甲宝体啊吼，因来举办一摆吼古式的婚礼啦。好，庆明穿阮长袍马褂，啊，宝体啊穿阮凤冠霞帔啦，尤其是迄新娘顶啊，含迄条红裙吼，应该讲是大吉大利咧。哦，对，
哦，你咧讲的这哦，真合我的意思。请，哈哈，你看啥啊？哎呦，亲家，你都客气，你要送我啦。啊，你见见大场面，你若决定就好啊啦，免问我啦。哦，无做决定啊，做决定啊。燕迪啊，啊你是安怎吼？无啦。好，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功夫拢教予你啊，你只要肯加练习，安尼就会用的啊。春桃姐，那呢，你的意思是讲，若是去拄到要法师的导师，我都唔免惊，是毋是？迄就无一定啊，你着爱看对方道行的高深。假使伊的武功若是悬过你，那安尼你只有脚底抹油，算啊。那安尼，我要报仇，毋都无希望啊。话嘛袂用安尼讲啊，人有法术，鬼有鬼计。人伫讲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咱若是拄到法术较高深的对手，咱莫甲伊硬拄硬嘛，说法就是啊。啊，春桃姐啊，多谢你，我已经拢明白啊。廖钦贤，你的死期已经要到。阿哥，安尼你有甚物感觉无？铁柱，你莫，我一点感觉都无啦，我是一个无路用的人，你莫阁找个出大难的事要创啥？阿哥，那咱住在这吼，天龙西馆的阿土山大公呢，讲好啦，中风吼。对这脚底迄度，若较着个你啊吼，讲真紧就好啊。你哦，还有耐心哦，才是我甲你治疗吼。我，等你想着，你对我这么好，啊，我那日生哦，王家即摆什么着拢无啊，啊，你还佫想着我对我这么好，还佫想这间破厝。阿伯，我唔知要安怎才好。阿妹，我自细汉哦，就是一个孤儿，是你甲头家哦，甲我饲大汉，阿哥真会疼我。那这个温情哦，我一世人做牛做马哦，我拢嫌袂清。奉待你哦，是我心甘情愿的。阿妹，我什么也不要想。我真这呢好样，生安尼无爱，偏偏去爱你个无情郎啦，害咱阿二叔啊一家哦凄惨落魄哦。过去个代志吼，都莫搁提起啊，伤心个啦。阿妈啦，我扶你，你来休困吼。爹娘的吼，最近的愈食愈少，我真烦恼伊的身体。我无代无准，要去家里顺啦。去求命！小姐，我你莫烦莫想，你莫害我。你免惊啦，我是要来拜托你甲我斗三工的。你是要拜托是啥物三工？我要找廖钦贤。我已经是娶我，而且爱答应照顾阮阿母，服侍阮阿爸。也毋过吼，伊伫咧因家门口靠大灵符，我根本都无法度入去。小姐，毋是讲我假话啦，你在世时哦，迄个死鸟甲你讲话，是拢凊彩甲你讲讲的尔。啊，你即摆讲搁过身啦，因哪有可能会插伊啦？若敢毋插我，
你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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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好食的扁食汤哦，扁食哦，好食的扁食汤哦，扁食哦。扁食汤啊！好，要扁食汤啊！好好食来哈。阿姐，你是不是第一届看到扁食汤啊？嗯，小姐，啊你哪知哈？足简单嘞啊！第一嘞，我从来唔捌看过你咧卖扁食汤啊。嘿。第二嘞，我看你煮扁食汤的技术哦，遐尼啊清爽，安尼有对无？好，哦，我唔捌看吼。真哩巧，查某囡仔反应真哩好嘞。当然咯，那阮少爷吼，甲阮未来少奶奶，侬嘛学了我这份叫安尼，讲我足巧的。哼，当迄个目头吼，上悬迄个头家娘，从来毋捌甲我学了过。你叫份叫啊？嘿啊。你的名袂歹听嘞。多谢啦，我的本名吼叫林份叫啦。头家，啊你嘞？我叫陈铁树啦。陈字毋满天下，有花就有树。哎，铁树兄，你反应嘛足紧的啊！唔讲你嫌啦，来来来，小小姐，你的电视吼，真好啊，试看嘛。胖公公嘞！哎呦，哎呦，铁树兄，你是甲卖药要拍死哦？有够咸的啊！啊，这变身哦，嘛做咱外哥哥。拍死拍死，我去顶住一下吼。来来，我停住。我看吼，来哦，我来啦。无安尼啦，过去吼，来阮厝内面咧灶脚煮啦，我甲看肉骨哦，一定煮好食的。甘好，恁家主人。哎呦，阮主人吼，拢嘛去阮咧未来少奶奶，因咧草率白种独家，厝内面剩我一个尔，无要紧啦。安尼哦，那安尼上好吼，好好行行。哎，遐细你个呢？哎。多谢多谢，入来啦。啊，你先淡遐济吼，啊，我来煮扁食汤，料米好，哈。好。来来来，去上遐。胖公公胖嘞，你也看，来，请我互你。我试看卖嘞吼。啊，手呢？你啊细滴哈。我。哦，汤头足好嘞。当然啦，人咱嘛学你讲话吼，做家煮物件。哦，气味搁赞。啊，对啦，凤娇啊。嗯。头拄听你讲，你有一个卖过门的什么少奶奶，啊，毋着表示讲恁少爷最近要甲恁少奶奶相亲啊？是啊，迄日子吼就定伫咧旧历十月二九，得要到安尼。凤娇啊，我有一项代志吼，想要甲你拜托啦。什么代志？你讲啊。我算讲吼，善恰人啊，啊，这世人吼，阿妈看过讲好野人的新娘房吼，生这三款，是讲咧，我会当你坐我入去内底安尼吼，大开眼界，看嘛一日无啦。哎呦，铁树兄，你那高级水果，你要看，来，我查你来看，来。安尼啊。铁树兄，这间房间吼，就是阮少爷啊，佮未来少奶奶的新房啦。哦啊，你若要看吼，你尽量看，不要紧啦。哦，恁这房间吼，真水呢。嗯，水足水。哦，你甲看，尤其是这对啊，这对的吼，镜头你看，哦，万有修了，手工有够油，看起来足有精雕呢。哎呦，你像遐，你无乌白讲啦，你敢知这对吼，偌贵的呢？你若乌白讲哦，叫头家娘早也甲我洗头路呢。我看伊这房间吼，真个水吼，我吼后摆吼，我要认真拍拼，要赚足侪钱，足侪钱的，
我若娶某吼，房间咧布置吼足豪华，你吼面头就偌水。你好。嗯。哎，林秋香，啊，唔知对一个姑娘啊吼，会用做你的牵手吼？啊，这歹讲啦，人讲有缘千里来相会嘛，无缘对面嘛是不熟悉啊。哦，爱去姻婚哦？哪呢？你怎么搞姻婚？哎，天上兄，啊，你讲的是不是我啊？哦，嘿哦，嘛唔知，看缘分啦。天啊，无，大家恁无欢喜啦，恁无醉哈，来，我叫大家，来啊，来，来。啊，你今仔日结婚，新娘在房间咧等你，啊，你恁无醉啊，新娘呐？哎，各位。哎，亲朋好友啊，今仔日啦，小女的甲这个天贤啦结婚大喜的日子吼，啊啊，大家尽量尽量，啊，但是啊，唔好甲阮这个囝婿吼灌伤醉吼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啊，唔啦，莫讲饮啦，我扶你入来房间。我要继续饮啦。哎。哦，卖哩，卖哩，卖水啊！你慢慢用啊！哈，哎，各位啊，啊，你慢慢啉吧。好啊，来来来来，来来，各位来来来，我代替饮啦哈。啊，是哩，哎呦，乖媳妇诶，我甲你起面啊，抓出来啦。啊，伊都伊妈妈哦，想欢喜，饮料较济，恁当我袂想咧。起面啊，你伊妈妈爱去，好啊，听清，知无？不，我知影。来啊，你不来唱。我的水母诶，我等一天哦，已经等足久啊。哦，我知影，我知影，一切拢会照起工来，对无？新郎应当爱替新娘献头挂啊！我知我知，来，哈哈哈！廖钦贤，我找你已经找足久的啊。宝姐，啊你的声音哪怪怪啊？是你讲？你连我的声都袂认呢！我甲你讲，我是王美五，要紧的，你心肝才浪荡，害我家破人亡。美五，我真是无害你，我本底要甲你同齐死，也毋过，有啥计有人救我？你好，美五，请你原谅我，我真是叫阮老母变甲走投无路，我才安尼做的。哎，我原谅你，会用的。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讲。共菩提解脱分。哎，你莫讲生笑好无？我哪有可能娶一个贵族母？廖钦贤，唔通敬酒唔食食罚酒，有罪死咯！啊！救命啊！救人有鬼啊！有鬼啊！救人啊！就也罢，替你保护你。
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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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是淡水啦。哎，拜托，咪哦，你别讲，你别讲啊。安怎？你跟我计较是？廖庆贤甲伊阿母，为了要省票，啊，拄啊回林记的空室，我甲庄卡大做我的厝边。迄个时阵，啊！今仔伊我条件，别那么，我拿到你全家计去报你。你甲顾咧啦！廖庆明讲，你答应我的条件，亚兰母，亚兰母，我是讲不得死！哎，无啦无啦，美容小姐，无啦无啦，不得小姐吼是不讲的，你坐点仔休困，休困啊！拜托个，拜托个，休困啊！你这个唔正经，你也敢暗勘你过去做诶代志来骗阮查某囝感情？丈人爸，请你原谅我，这拢还怪我当初是未晓想，才会去让迄个姑娘买去，所以唔才做出这款后悔诶代志。你敢点去啊？钱无两个半袂谈啦，啊？哦，你安尼到处风流，啊？我甘愿哦，叫阮查某囝卖嫁做姑婆。亲家啊，你先莫生气啦。我知影哦，阮庆明头较唔对啦。也毋过哦，即摆目前是上要紧，先救宝体较要紧嘛吼。救宝体啊，哦，哦，你叫查某鬼来做大某，啊，刷落去阮查某囝来做细姨哦，啊，这我做袂到啦。对，我嘛是甲你同款，我甲你徛同款立场啦。啊，毋过哦，咱即摆主要是莫让阮宝体还佫受苦对无？啊，所以讲，咱先甲应付一下，你想啥款？要安怎样？啊，就安尼啦。咱即摆哦，先提前答应迄查某鬼的要求，对无？啊，千万莫让咱的宝体啊受苦。啊，我听伊讲哦，有一个说红皮大叔讲，法术我高强的，我请伊来抓鬼，好无？一摆机会，因为咱曾经相爱过。
的。我给你三天时间，你若是无按照我的要求做到到，我就叫你的查某囝身无性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啊啊！小奶奶，小奶奶，小奶奶。伯天，伯天，你来坐。小奶奶。伯天。伯天。啊！你害宝天害到伊安凄惨，你实真可怜你。金弟啊，唔通搁甲怕。哎呀，金天啊，你都唔知影，我当初有甲建国过呢，啊，叫伊免让宝天受淡薄委屈呢。伊既然惹这尔大代志，啊，让宝天受这尔大痛苦甲折磨，你实真。你若要甲教训哦，下摆日子还阁遐尼长呢。咱即摆吼，上重要就是要安怎来解救宝天，唔得着。嗯。若要对付这个女鬼吼，只敢来用头壳。免这么介冲突啦，燕姐，无咱即摆是要安怎？平生呐，啊，你到迄个法师安尼高明对无？啊，是安怎会个？迄个女鬼即摆藏伫个宝贴个身躯内底，咱若要对付女鬼，就会去伤着宝贴啊。啊，这款道理恁两母囝唔捌。哎，燕姐啊，啊无你有啥物好个办法啊？办法是有啦。我想要制造一领红毛的法衣吼，让宝贴悬在身躯顶，安迄个女鬼就会受着真大诶痛苦来离开宝贴身躯。我自然就办咱吼来收拾咱着。红毛法衣，啊是讲是要用啥物方法甲穿在身躯诶？咱咧这真简单啊，普通时啊，恁宝贴拢是阮咧粉胶咧烘胎，啊叫阮粉胶甲换就用诶嘛。这个办法真好，也毋过有咧片面粉胶啊，迄个最多细细念吼，代志经过就无需要知影。咱的即摆心智拢去王敏华控制掉，咱有食甲无食，咪同款的话甲迄个声。莫阁讲啊。凤娇啊，今日就知影讲，恁小奶奶普通是爱水哦，啊，即厝衫哦，你去换起。哦好，我一定甲小奶奶换起来哈，我来去。好好。亲家啊，歹势啦，啊，这边哦，算讲哦，我较无你的要求啦，啊，你着给阮琴妹来带王敏华的新珠牌啊。哎，亲妈哩。我知影啦，我知讲哦，是阮琴妹来较唔对啦。要毋过，你讲干嘛哦？恁查某囝着抱体了，点么受苦对无？你，啊你是会教育啦，啊不要倒讲两句啊。丁老板，我拜托你啦。啊好啊好啊，反正哦，这期内过一工啦，我好啊好啊慎重的，好啊考虑一下。刘小姐，我给你讲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阮头家娘吼，伊已经答应阮小瑶带你的新珠牌啊嘞。小姐，哎呦，真正的啦，这是我亲耳听到的，我敢袂甲你骗。你也看，阮老头家娘吼，讲叫我摕这束衫，哈尔啊水，甲你换嘞。我爱穿。哎呀，你哪唔穿啦？刘小姐。等你啦吼，入门的时阵哦，算起你是二号家大少奶奶呢，啊，宝田小姐还是二少奶奶呢啊，
恁两个吼，应该像咧亲生模样同款啊，你也对较好个啦。好啦，我去换。金梅啊，哦，你等下，今天项目换你已经不要钱了。嗯，好，恁多等我好消息，我来将信等掉。快查某囝，你是安怎样？哎，快来，某囝。小奶奶，快查某囝。只要好好调养，虾米就好啊啦！啊，春桃姐啊，多谢你。要不过，我明明就是身体受伤，啥呐？我的腹肚奈遐尼啊疼？那是因为你去动着胎气啊。我动着胎气？对啊，你煞袂记的，你伫在生的时阵已经有身啊。而且，你腹肚底内底迄个小生命嘛是同款有阴灵啊，所以你会甲世间人同款。经过怀胎的过程，生下一个鬼仔囝，只是怀胎的过程较短，只有三个月，啊，就是讲，搁一个半月，你就要做老母啊！我要做老母啊！我可怜的囡仔，想袂到，你一出世，就要跟我四界去流浪，我实在真对不起，我唔甘愿。我唔甘愿，我安尼都认输啊！我绝对要用廖钦贤，你讨回一个公道。敏儿，我会支持你，而且我会尽我的力量帮助你。对啦，还佫有一件代志，我一定都要甲你讲。是甚物代志？因另外佫布置一种阵法，叫做铜墙铁壁阵，比以前佫较厉害哦。安尼。咱是要安怎？你有法想看卖啊？咱应该都要安怎才好？啊，有啊，我有办法啦！是甚么办法？咱去找陈铁秋啊！找陈铁秋。嗯。兄弟啊，哎，补贴怎么啦？不要紧啊，进来啊。伊只是去互老鬼附身，阴气伤重，所以暂时昏迷。只要三七二十一天，给我所开的还阳汤哦，伊身体都会复原。无无喏，哎啊，迄个女鬼遐尔厉害着，我即马是惊伊讲哦，伊若搁倒转来找阮，我是要安怎？哈哈哈！我就是等伊倒转来自投罗网啊。啊？英弟啊，啊，你的意思是？哈，我已经伫厝前厝后吼，拢布下铜墙铁壁的阵法啦。迄个女鬼若巧，伊就唔敢倒转来。只要伊若敢来吼，我就回消息去。哦。尚有一件代志吼，我感觉真奇怪。哎，为什么？那顶一摆我叫秦明人去大湖啊，去用拆落来，所以唔只去予女鬼有机会通侵入。哎，秦明啊，金弟这个予你哎，有啊，你到底是有打无？有啊，我有打。好啊好啊，金弟啊，代志都过啊，莫生气啦。像这个女鬼吼，若毋是真巧吼，都是有高人伫咧指点。哎，金弟啊，啊万一伊若搁再找迄个高人指点，要安怎？用心啦，
我一定叫金贤啊吼去请一挂武士啊保镖啦。伫个我袂出来，如果以前吼，新人都袂用入来。尤其是恁三个，恁那较注意。如果犯事，就恁做目标啦。玉丽姐，那是安尼，咱即马是要安怎呢？你放心啦，这吼，恁每一个人在身躯，保证恁平安无代志。在遮，就是王家长当单体手啊！江妹，你个江西人，王玉文小姐吼，一片心肠对待你，想要咱心肝遐尼凶，甲害死，王家我会害你到会教无你无，你不是人啊！喂，你是啥物身份啊？竟然敢教死我？敢教死者？是是。好啊啦，金妹啦，唔免甲即款哦，下骹手人咧浪费时间啦，看是要甲送去恁银弟姐阿遐送派出所。要是后几日爆一个石头，等来淡水河算。阿母，你是银弟姐哦，伊早无交代。伊是交代啥物？伊是讲，要利用伊来做钓鱼，因许王秘有罪。弟兄兄，拢是我害你，为着我家己的利益，所以你无险，走入去了解。我实在对不起你。哎呦，你干哪爱直直哭，直直哭，那有啥物路用啦？爱想办法啦、啊。想办法，我已经无办法通去想啊啦。因为平阴池已经布下重墙铁壁的阵啊，我根本就无法度入去了解。搁再讲，当即摆铁匠兄掠去做钓鱼。要引我自投罗网，我即摆根本就无路通好行。哎呦，本来是弯腰头坐腰子，你的代志吼，我替你出主意就好啊啦。也毋过，看你安尼这尼啊狼狈，哎呦，我实在是足唔甘的，所以，我只有是亲身出马咯。陈桃姐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有办法要去对付迄个骗人弟哦？当然嘛是有，就用咱查某人上大的本钱啊！哦，今仔日哦，饮一个有够爽的，嘿嘿。哎、欸，车，三轮车。我换车呢。哎、欸，先生啊，啊，你敢知影这倒位有通啊叫车？啊，你。敢开车来？啊！我老开车，我也袂晓坐转去。哎呦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我出门去拜访朋友，说讲一个伤欢喜，袂记时间已经这么晚。啊，阮家住伫咧东区，遐尼啊偏僻，我又搁唔敢一个人家己走路转去。啊，先生啊，你讲安尼是要安怎嘛？我送你回来啦，你若无去然，啊！真的哦、喔，你实在是足好心的。就安尼讲，哎，阮做查甫人的哦，你疼惜查甫人就是安尼，这应该做的啦。啊，你是住伫倒位啊？哦，阮家就住伫咧东区啊。哦，东区哦。嘿，啊，无我送你来，啊。哎呦，先生啊，你奈安尼卡来手来啦？滑倒啦！哎呦，哎呦，老板呐！哎呦，你个一见钟情，咋办？人拢嘛是你的人，你这尼啊着急，是要创啥物啦？哇，我是讲哦，咱爱较有气氛的，啊，较有安尼浪漫的歌。哎呦，你是在讲啥物啦？我是讲哦，爱较有亚萨西。哦，亚萨西哦，啊，若是安尼，你就爱放好较轻松一个，较自由一个啊。我来，我等。
免急，免急，我第一届啦。无啦无啦，小心伊啊！哎，我，啊，你蛮疼啊，急急急！你免笑想。哎，队长，队长，哎，稍微等啊。上该怨恨的，都是亲像你这种冷面受死的少年，我要治你的命！啊啊！救命！啊！救命！啊！美红，你看啊，我这招袂歹吼。嗯，陈桃子啊，咱即摆这个黄金店已经抓到啊，我什么时阵才用得入去了解，讨回我家己的公道？哎呀，美红，你先莫紧张嘛。我都要先了解了解，即摆情形是安怎啊？阿仔啊，你啉酒啊？来，我咧送午餐来啊啦。真好。哎，是两斤吧？好好好。好好一两斤啊，我先来提哈。好好好，你真会。铁枪兄已经逃走啊！我想了解铁枪兄的个性，伊一定会趁这个机会去将平行敌所布下东墙铁壁顶给破坏。平行敌伊即摆代有代志出去，无伫咧了解。明哦，即摆就是你等你了解讨公道的时阵。就是迄个美华小姐叫我偷完迄个鬼头牌，你紧退走啦！这是恁头家娘的。嘿嘛，今日带出来紧走啦！等等，我还准备工课要做。哎呦，点啦！不然，你就叫你紧走啦！阮少爷吼，搁头家娘啊，还甲伊平生随时会等安尼。哎呦，拜托你紧走，你若不走，我有代志啦！我看你先去恁宝泉小姐房间吼，甲当作什么拢唔知啦。我今日哦，都是会死哦，也要开天文小姐哦，讨回这个公道啦！哎，你先放个头来。我们大家上班啦，快点，快点！你个娘去！是。谁啊？你看这，是呀，你呀。你妹呐，我是什么代志哈？阿婆，拄才我去巡视查房的时阵，这小姐不知道用什么方法逃走。哦，药唔好加载，家抓到，啊，若无一声哦，药果都不堪吃相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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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立其身，立其魂。大胆入鬼，叫你快作怪！平银弟，我已经定住阿七官的魂魄，黄金蝶嘛已经给我抓到，你已经是我的手下败将。你还敢用这种口气来跟我讲话？美华小姐，你真是爱欺骗娶你的神主牌啊！不管你心对你有感情是？这段感情对我来讲，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。
也毋过开始我就是以真情来对待，所以这是我的心愿，我绝对无后悔。金燕啊，那你讲是你也毋对，娶人亲子牌吼是理所当然的。我是愿意接受，也毋过我是惊讲阮丈人爸还佫有阮阿妹。金燕啊，这件代志我做主就好。廖金燕已经答应你的要求啊。那你讲起来，补贴算起来是你的小妹啊。伊的老爸佮伊的大哥，你敢忍心让伊佫受苦了？你稍等下，人心不可无，你袂用遐尔简单就答应伊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正是有个人伫个指点。你这帮咱老爷，啊，这阵吼，人伫这门外口，我甲车了好无？好，好，车了，好啊，车了。老谢啊，请一块品礼，请你收。对，好好哄待你，买这摆中行吧。安尼早花都安慰你我，在天一日会当安心欢喜。你是我的好囝婿，你若要安尼遐想，安尼遐讲，我过去受的是痛苦。
我拢会甲放我袂去。亲嘛，咱今仔是美国甲欺骗大好日子，你应该笑到掉天来咧哭咧。是啦是啦，我没有你哭的，我爱笑我爱笑。是啦是啦，美国小姐，真可惜，欺骗对你骗的心意，你煞无多接受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我无应该留踮咧阮大家的体内，应该就爱移灵去神主阿是。你真巧，踮咧你就知。今仔是你甲启明啊大好日子，啊恁大家完全拢无参加，等伊来请假的时阵，伊是毋是感觉真遗憾呢？平先生，你讲了真有道理。美国，你唔通跳过。孙托子啊，是你哦！哼，老鬼，你竟然敢来这，今日就要帮你抓！哼，会当走一世，你是无法度走一世人的。是啊，那但是兵啊，你不杀三个啦！杨平平，你是怎搞脾气？原来都是你叫的，你不是人啊！少爷，你来干哩做啦？我无，我真是无，我真是无啊！金弟姐，这些是不是拢是你设计？无唔对，这是我所使用以退为进的计策。而且你电龙爸，我已经将救回来。哦，嘿，无啊，我即马就是在地下房安尼。无，金妹啊，你紧讲啊，即马是安怎咩？阿婆，啊，你头拄仔去予美欧复兴。今仔日是我娶美国的新主牌的日子。啥？哎呦，走，敢那命是要坐小车位哦？人啊，今日咱若死人了，把恁两个豁出去啦！是。哎，先，慢吃，慢吃。有这银弟伫个遮吼，哎，查某鬼吼变无脸啦，哈。啊，咱唔好浪费这时间，甲这下贱的人待在咧盘乱。是啦，是啦。阿叔哥，咱女鬼都已经走去啊，咱无需要为难因啦。好啦，好啦。嗯，我起来呀，把这两个白计是拖出去啦。是，行，出去啦。是的，我公平正义，我今日了解，我嘛要公平正义，我嫁出去了。金木，娇，金木，阿婆，你。这个戆查某囡仔，总算做到一项代志，都是无转来这个秀吧。迄个骗人的，一定会搁转来这个所在找你。这死查鬼啊，竟然对兵战也着，过来走得当见过。安尼好，那安尼我就胜转。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伫陷害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
小姐，刘小姐，你真在遮？恁两个哪会知影我伫个遮？家你大已经破手楼，皮银弟已经知影，你也无可能搁倒转去。是我甲分桥吼，明仔研究的结果吼，是讲你一定倒来淡水的，真正是即间草厝内底才找到你啦。嘿啊，美玉小姐，我看了到，哎，三分两寸用遐尔龙刀手段来对付你，我看了实在替你做愤慨的呢。即摆我一定改变我的态度啦，你有啥物烦恼，你尽量甲我讲无要紧，我一定甲你斗三工。对啦，这分桥吼。专工为台北吼，搬来遮是要讲伊的心意啦。伊等下爱去挂断呢，若无吼，廖家人对伊吼会起嫌疑的。我看，我的心愿根本都无法度搁再完成，因为我根本都无遐能力，头去对付迄个骗人的。啊，美容小姐，有一个人吼，我听到会跟你斗三工，完成你的心愿哦。是啥？啊！对，我时常甲你讲，迄个宝田小姐啊，那阮宝田小姐吼，伊心肝足好个咧。等伊若清醒了后吼，我将你的祖母啦，啊，甲你的过去哦，拢讲予伊听，伊一定吼要甲你出开一个公道啦。爸爸拢是查某人，我嘛了解查某人的个性。有啥物人愿意予家己的翁婿去娶一个新主牌啊，家己才来做细？这是无可能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先弄啊！没有，小姐，你先弄啊！你先弄啊！爸，到底啊？我干哪地要死啊？啊，要死啊！我这边，叫你准备弄啊！烧水啦！哦，好啦，哎，去，小姐过好，我来准备烧水哈。小姐，快快一点哈！哎呀，我天，小姐，你遐紧的啦！我来等下。老头家娘哦，啊，甲迄亲家公两个人遐尼啊顾阵嘞，啊，少爷哦，娶美容小姐的新主牌啊，啊，对宝钗小姐也无啥物伤害啊啦，啊，两个人毋知咧想啥，侬也无要答应，上可能吼是美容小姐，啊，人死了吼，啊，分票阁毋知要去倒位，啊，我啊替伊想到遮，我着心内足艰苦的，啊。好可怜，唔知要安怎。嗯，小奶奶，你真神啊！哦，足好个呢，你真神啊！我昨暗困，啊再去听，我有啥唔对？无咯，小奶奶，你着昏迷二十几工啊嘞！二十几工？嗯。啊，我哪拢唔知影？小奶奶，你爱替美容小姐主持一个公道啦，伊足可怜的呢。像是美容小姐，啊，着少爷哦，啊，要娶你以前哦，做熟悉一个姑娘啊，足可怜的呢，佮甲少爷有心呢。代志是安尼啦，爱上面两个人哦，熟悉啦，给美容小姐，是，啊，是给美容小姐。嗯，哎呦，宝弟啊，哎呦，你拢好啊了，请哦，请，紧来，紧来，分桥啊，去当地请客啊。哦，我继续来。紧紧紧紧，小蛋嘞，阿母，啊，咱厝内底发生这尼啊侪代志，我起码才知影。媳妇要要求你，你要美国姐姐入门好不？一定是你在搞话讲的哦。你莫骂分桥啦。是我叫伊一定要甲我讲，阿母，我无计较讲什么人做大母，什么人做细姨。我知影讲，做人爱讲良心，爱讲真理。这我嘛知影，啊，其实你求我也无路用啊。反对的是恁阿爸，也毋是我。姐，阿母，你会当答应？阮阿爸遐，我来甲伊讲讲真。
你那爸那答应，我哪有什么好反对的对无？啊！你走好走好走好！哎，小奶奶，啊，恁即马好来亲家公遐啊，小爷即马伫遐嘞，赶紧过来。阿母，啊，咱做伙来去。你唔免叫我，你这个薄情郎。你我姐姐，我知影阮阿爸伊对不起你，我代替伊向你悔不是，你原谅伊好无？我嘛是完全为着你好。阿爸，你想讲你安尼是为我好，其实你是害阮两个变成不仁不义的帮凶。你安尼生做，我后摆是来接受报应的。你讲，你安尼是为我好，还是来害我？这，你我啊。我一个好媳妇的，恁婆嘛代念讲哦，你甲阮钦的啦，有一段感情对无？啊，你原谅伊一遍啦，以后你若要求什么吼，我拢答应你啦哈。是啦，美娥小姐，你着了谢一摆啦。美娥小姐，你有听无？阮阿爸答应，阮阿母嘛答应啊。宝体，阮局讲的无唔对，你确实是一个真善良、阁真明理的查某囡仔。深藏心里言语，怕只怕我自己。